这女人是谁啊？我的妻子，她失踪了。老公，这位女士就是你的太太。老公，我自己老婆我还能不认识吗？老公，你到底谁的你？老公，我错了，别打我。这女人就是个疯子。在别人看来，你才是那个疯子。老公，欢迎来到东南亚。 我精神真的没问题，没有创作者会丢弃自己的创作工具。他就是何海，救救我，老公！你可咋回事？你活的？这是指我呀！别吓我，我是母子呀！你信不信我现在是母了你？够了，别再试这一药了，医生都不让你吃了。不要给我！ 没发现是你太太一直在保护你吗？我没有疯，我真的没有疯。你放弃自己就算，你别拖我下水。你们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你。